谁能告诉我和平是什么？没有战争。我说凡凡，这仗打完了回哪儿啊？哎呀，打得完吗？这仗下回的呢？看上你说的战场了，太了不起了！请给我一把枪，借我说的出口的保命。我想让事情是他本来该有的那个样子。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，仗打成这样，中国军人再无辜不至，我们不想让他们成了最好的英雄。借我杀了爽吧，对爷爷死了，给我死，打过来，人哪，走得太远，都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。我们现在在为谁打仗？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，为谁在守？你们回家。我国很大。我们现在在为谁打仗？我族军人。为谁在守？数千年没有过如此的溃败。给我打响那天门！整个南天门就是一个大陷阱。北平的爆肚涮肉黄橙汁儿，南京的干丝烧麦，还有萧金的秦淮风月，上海的润饼和仔煎。看得我直瞪眼，花花世界，东北第三鲜酸菜白肉炖粉条，还有被打成粉的长沙城，没了，都没了，我没涵养，我也没了。你真信人有其魂？你有魂？我不知道。借我不觉如初见，借我们有了不该有的炎炎的鲜活，借我生梦与梦中不明天，借我一束光照亮黯淡但借我苍苍白如春天，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，借我纵容的悲怆苦水，我们现在在为谁打仗？为谁在守？不抛弃，也不放弃，所以我们就叫张张一连。请给我一把枪，我知道我来这是来对了。对了，很重要。钢铁人的士兵是活在烈士的希望与荣誉之间的。好战友，现在咱们的国家强大了，生活越来越好。可是越好的生活，我越想你们了。花非花，梦非梦，花如梦，梦似花，梦里有花，花开如梦。